导演的偶像是刘德华，你当初有追星吗？有你喜欢的偶像吗？其实电影里面的一些配乐，我觉得都唱到我们那个年代。那个年代，你没有从那个年代啦，自己挖洞给自己跳。对对对对，很年轻的啊 ，OK。是。其实电影里面的配乐，不管是草蜢啊，就在我幼稚园的时候，还有刘德华也是在我幼稚园的时候，还有我国小的时候有孙耀威。哦，认识你真好。对，我有追过孙耀威，喜欢过孙耀威，然后再大一点就是喜欢。前一阵子来台湾的木村拓哉，对，所以刚好那一阵子我在看试片的时候，木村刚好来，所以我心里的那个悸动真的是很强烈，唤起你的少女魂，对，就觉得电影里面演的那个一幕一幕，比方说搜集那个互惠卡片，等等之类的那种女学生花痴的那种行径，我真的都有看。都是你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小很小很小，好早熟啊你。觉得在那个台所有的台词里面，哪一句话是让你最印象深刻，勾起你少女情怀的？少女情怀，我觉得里面很多部分不只是谈恋爱的部分，那种不确定，然后犹豫，那种猜互相猜疑的那种心态，那种过程，我觉得就是勾起了那种很鲜明的回忆，还有那种追星的部分，我也觉得非常的勾起小时候的回忆，就是有一部分就是说小时候不就会买那个互惠卡片吗？然后你以为你搜集的互惠卡片越多，你就会成为那个明星的老婆。我当时真的有这种妄想，就觉得里面真的就是以前的学生真的就是这个样